气，哇，这个气血真多啊！这个字里面难得会有一个字帖，有这么多气的，这个气在很多字帖里面都找不到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有点可惜，毛笔已经干到不能干了。书法理论上是一气呵成了，但是其实也没想象中真的是一气呵成，有时候还是人力有限，会有偷偷补的行为。那原则上就是尽量不要补太多了啊，补太多，或是要补的，不露痕迹的。我说难听点，就像美容啊，厉害的医生弄了要让你浑然天成，不厉害的话就让你越整越糟。哇，这是什么艺术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跳动真多。折，刷下来。这断的还真凶啊！肩脱臼啊！哎呀，小说写字都写唐朝楷书，都搞不清楚。原来字有那么多种，长大以后才知道字这么多种。